阳家的最小妹妹欧阳弟弟近来暴风成长，被大家夸说比姐姐娜娜还美。趁着这股气势，去年才在大陆戏剧圈出道的她竟然传出恋爱消息，而对象正是大她4岁的陈立农。两人被《镜周刊》拍到一起在东区逛街，农农在挑选衣服时不忘问一下弟弟的意见，互动就像小情侣的日常一样。不过当两人发现被跟拍后，就一前一后离开，最后也前后回到同栋大楼会合。两人爆出恋爱传闻后，就马上登上了文娱榜热搜，让粉丝等了1小时，陈立农便透过工作室回应，表示恋情传言为不实报道，纯属朋友们聚会且有多人同行，要大家别断章取义和看图说话。弟弟的妈妈傅娟则是傻眼惊回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欧阳家在18岁之前都有禁爱令，就算有谈也一定会让他知道。强调他们就只是相约逛街，农农也只是哥哥而已，纷纷否认恋情。